大家好，没错了，那我就今天是特派员来到了 SMTown 演唱会的后台，后台，哈哈，你听得懂吗？你就笑，我听得懂。OK， 今天他是我的这个合作伙伴，很好，很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久不见，哎，哎，好。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 SM 家族十周年的演唱会，所以对我们来说意义的非常大的。对啊，所有的一些艺人呢，你看有宝儿、东方神起、Super Junior， 还有这个 M，、哦、还有了不起 FX， 嗯，都 Shining， 张丽颖，张丽颖，嗯，高雅拉，还有等等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多。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要带你们大闹后台，带你们看一下，笑的真时候，笑的玄幻了。我今天要带你们大闹后台，然后看一下艺人们在后台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先问一下他好了吧，先问一下他，오늘무슨노래준비했어요？아오늘저는소녀시대의서현씨와함께굉장히쇼킹한무대를준비했습니다아마팬분들께서깜짝놀라실것같습니다이렇게요아예그럴게요진행하시죠빨리예개씨아빨리 好了나갈거야진짜로가라고너너계속 있을거야그래바이바이我走了拜拜아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슈퍼주니어의규현입니다아조미형의프로그램많이사랑해주시고네저도곧제가조미형의자리를뺏고제가그자리로곧 MC 로들어갈것같으니까 농담이고요아무튼많은사랑부탁드립니다감사합니다